都2202年了，真的还有人重男轻女？怎么回事？因为你刚才打了他呀，你别再打他了好吗？他那么爱姐姐。快快想要靠近自己的弟弟，还什么都没干，梅婷就一把抱起了儿子，并且用阴森的眼神瞪了一眼快快。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有点被这个眼神吓到了。爷爷说最喜欢的是快快，可下一秒下意识唱的歌里便是杨洋。对爷爷呢，最喜欢的是谁啊？爷爷最喜欢快快，开玩笑，爷爷最喜欢的是快快。我们的小杨洋、我们的小快快。其实孩子的心里清楚的跟明镜一样，梅婷哄杨洋睡觉的时候，快快在一旁苦恼，梅婷是这样解决的。你离开这儿好吗？你离开这儿好吗？反观隔壁的二胎妈妈胡可，教育体现在每一件小事。谁先拿到的？大爷。对了，安吉很棒，非常诚实。他先拿到的，我们让他先玩5分钟好吗？你再玩，安吉太棒了，一朵小红花送给你啊。对待兄弟俩的矛盾也是非常可观，有理有据，不会偏袒任何一方。同样还有英采儿，母子其乐融融。他很紧张 ，he's holding my hand so hard. You don't need to be afraid, Jared. Don't need to be afraid. Oh, he's crying.